土还很湿啊，要人力双土，人力双土，先用圆锹这样挖挖挖挖，像切蛋糕，像切蛋糕这样，像切蛋糕这样挖挖挖，也可以再加个交叉方向，然后再用锄头来挖挖，再用锄头来那个挖掘了，还要最好能够曝晒，然后再还要再弄细一点哦，土块，有的用那个小爪子那种，像小五爪那种那个工具来，再把它土弄小，弄细一点。那个是洛神。